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早就来了。那我来的时候怎么没看见你啊？我一直在办公室啊。一直在办公室？嗯。这么长时间你在办公室干嘛了？没干嘛呀。魏青的香水味，头发是乱的，衣服上有汗，呼吸急促，脸还有点红。哎，你别进去，他现在不方便。不方便？你们到底在里面干嘛了？你别问我了，他不让我说。你们，我恨你。我不就没告诉他我跟他一点咖啡吗？至于这么生气吗？天哪，我怎么会亲他呀？而且还是我主动的。不行不行，我一定不能让他知道我想起来这件事了，一定不能。